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866页，866页。在第一行里头啊，有一句话，在此地我们得补充一下啊。最后的一句啊，故三无差别，三无差别，我们在经论在祖师大的著述里头常常看到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有一点参考资料，我们利用这个地方把它补出来。三无差别了，是三藏法术里面的一段啊，出自《华严经疏钞》啊，为心佛众生，虽在在因在果，迷悟不同，然其理性所具，本来平等，啊，粗无有异，啊，没有两样。故经云：心佛即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第一个，心无差别，为一念心体，着重这个地方的一念。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，我们把它换算啊，一秒钟能弹5次的话，那这个数字就是1600兆啊，1600兆分之1秒。这个一念，这个一念真的，心佛众生呢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。啊，是凡身不二，万法一如。这一念呢，具足十法界，具足十如是。设法界华严经上说的啊，这个世界幕后真的刮胡注解者，佛界、菩萨界、圆觉界、声闻界，这是四圣法界，诸佛如来的净土啊。下面有天界、人界、阿修罗界、恶鬼、畜生、地狱，这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呢，是诸佛如来的秽土，这个秽就是有严重染污啊，越是往下染污越重啊，染污极重的这是地狱啊。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，最重要是人心，人心跟外面环境呢是决定相对的，人心染污，环境就染污，
人心清净，环境就清净，确确实实是境随心转。啊，我们心地清净，我们身心健康，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是心要是有妄念，有杂念，有很多欲望，身体一定不好。啊，确确实实啊，念头啊，影响着物质世界。啊，这个是现在科学家都给我们证明了。啊，我们要能够善用。啊，就善用心，让我们身心健康，居住的环境没有变异，啊，没有灾难，啊，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，啊，至少我们居住的小环境的小圈圈，啊，没有灾难，啊，我记得汶川地震那个时候，我住在庐江。在实际禅寺讲华严经，啊，这发生了个奇迹。这个地震的波动级很大的一个地区，啊，庐江北面的有，往东面连江苏都有，啊，南面江西也有，唯独庐江。有测验地震的没测出来，啊，我们才能讲华严经。所以你细心去观察了，你就晓得要增长我们信心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居住这个海岛这个地方，这最怕的海啸。啊，有人告诉我。海啸大概在海当中的时候，它就渐渐小了，波浪就小了，到这边就没有了。啊，要学到之后就得要用。啊，我们心里很清楚，外面也不必说。啊，劝人家存好心。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啊，真正能做到是好，我们自己很幸福啊。这个地区好人越多，能量越大。啊，这个地方灾变就很少啊。那摄如是是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如是相、如是心、如是体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缘、如是果、如是报、如是本末究竟。这个十条世尊在华严会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啊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凡圣宝儿具足十界十如等法，而于诸佛呢，众生信愿平等，啊，众生的信跟佛信是平等的，啊，初无有异也。
没差别。故经云，由心法界如虚空，这只诸佛之境界啊，这叫心无差别。心是自性，在万法上讲呢，讲法性。有情众生呢，称佛性，其实是一个性。啊，我们跟佛没有差别，我们跟一切万物没差别，跟山河大地也没差别。啊，今天科学家所说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都没有差别。啊，所有一些现象，通通是心生。心性也通通都是识变的，是守妄心。心是真心，真妄不二。啊，真离不开妄，妄也离不开真，因为有妄才变成设法界。这世界是如啊，世界是如是变的。体，体是心现、心生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说明彼此的关系，它是一体。啊，第二呢，佛无差别。啊，为十方诸佛了悟世界，他开悟，他悟了。明了了，觉悟了。啊，觉悟什么？觉悟十法界，觉悟十如是，是一不是二，他成佛了。二乘正觉，这就是成佛了。啊，即是悟本心之所具，一悟一时悟啊，众生之所迷。啊，佛所觉悟的。就是众生所迷的，众生迷的是佛所觉悟的，迷悟不二啊！啊，悟的什么呢？悟的是世界是如。啊，通常经常还有说百界千如。啊，就是每一界世界，每一界里头都有十法界，就变成百界。啊，那摄如是呢？每一个如是里头具足摄如是，一百法界就千如是。啊，这经常我们会常常看到百界千如一体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对学佛就加强信心了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能成佛？为什么能往生？为什么往生有人品位会那么高？我们的体是一个，只是迷悟不同而已。你想这些经论，我们常常读，啊，读多了，印象就深刻，印象深刻，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提起关照。啊，什么时候是迷呢？放不下的时候就迷。执着就是迷，分别就是迷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想到百劫千如，啊，那个执着自然就淡化了，啊，这个淡化，往生品位就会提升，都要在日常当中去练习。啊，一天有个一两次想到这个问题，啊，把它养成一个习惯，哎，真的，到临终往生的时候就非常管用啊！啊，这说出来，这经不能不听呐、啊，听经对我们的好处太多了，啊，特别是我们没有开悟啊。
啊，经对我们的帮助很大。啊，这一部经就够了。这部经里真的，他所引用的，通通都有，重要的开导全在这里头。是迷雾虽殊，其体不二。故《法华经》云：“为佛与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”是名佛无差别。啊，一切法的真相，这个实相就是真相。啊，到成佛的时候，彻底明了。啊，这佛没有差别。啊，你看心没有差别。我们的心跟佛心，跟一切众生心，跟天地鬼神心，啊，没有差别。佛也没差别，佛跟我们没差别。第三，众生无差别，啊，九界众生。啊，过去世界是如是等法。啊，九法界众生是讲的有情众生，从菩萨讲到地狱。啊，实际上呢，这个里头还包括十法界里头的佛。啊，为什么不说佛呢？因为前面有佛无差别。它包括到那里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众生。啊，十法界里面佛虽然是相似即佛，不是真佛。也沾了光，啊，排在那一类去了。啊，你看九界众生，过去世界是如是，跟佛没有两样，跟心没有两样，所以心佛众生是一体，不能分。相有，心是一个，啊，相上有差别，事上有差别，理上没有。啊，相上有差别，性上没有。啊，众生与佛所悟本心所具之法，其体不二。故《涅槃经》云：“一切众生即是佛。”啊，是名众生无差别。啊，这个三无差别了很重要。啊，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往往在经上看到。佛说的这些境界，我们总有怀疑。啊，那么高的境界，为什么我们造作罪业的众生能证得？啊，这跟你讲理，理上没有障碍。那事上呢？事上完全看你迷悟的程度，也就是你信心的程度。啊，你真心。那境界就很高，你有怀疑，那就有障碍，啊，那就往下坠落，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的，上辈往生的，带着有疑问的，就变成中辈、下辈。啊，对佛不疑，对心不疑，对众生不疑，这个好啊！啊，我们再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啊，最后一行，利他得大了啊！前面讲是得永自在的，利他得大。请看经文，
发音雷震，觉未觉故，欲甘露法，运众生故，旷若虚空大慈等故，如镜莲花立然物故，如泥居树佛音大故，如金刚杵破邪之故，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。啊，这一段经文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，我们要学会了，对我们很有受用。啊，在这个动乱的社会，灾变的地球，我们的心会如如不动，啊，会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啊，这个样子容易的念佛三昧。发音雷震，经云：佛语梵内雷震。啊，雷音原文，真经世界。啊，大雷，有不少人害怕了。啊，真的惊慌失措。那这我们都看到过啊，佛在此地用这个比喻啊，震惊世间，一遇法音能觉群迷啊，佛说法的声音能让我们震动，这个震动是破迷开悟。啊，这是佛法对一切众生无比殊胜的利益。啊，觉为觉者，啊，就是真经觉悟了。哪些人呢？没觉悟的人呢？是未觉之凡夫啊的一。觉醒啊，那这也是事实，有根性力的人听了佛法，他明白了，他觉悟了啊，但是还有很多听了之后他没有觉悟，他没有醒过来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第一个，善根有问题，一切众生善根厚薄不一样。第二个，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薄一点的人容易觉悟啊，烦恼习气深的人呢就比较不容易，难一点。但是如果持之有恒，哎，早持总会觉悟啊，就是耐心啊，锲而不舍啊，古德所谓的常时熏修啊，他就觉悟了啊，那这也是一个缘分要有环境帮助他，这是属于个人福德因缘不相同，遇到有 好的环境修学福分啊，啊，这个福分要能抓住，那是他的智慧啊，那真实的福报啊。有人照顾，
一心念佛啊，照顾的人懂得佛法，照顾得很如法啊，不干扰他修行。欲甘露法啊，这个雨是从上降下来当动词用啊，就是落下来念去神啊，当动词以此甘露欲佛之教法啊，甘露天人的饮料啊，经常讲天人最好的饮料称为甘露啊，常饮甘露这人就不会死，叫不死药啊，这也是个比喻，天人寿命长还是有道的时候，所以他不究竟啊，他不是无量寿啊，无量寿只有极乐世界啊，真无量寿。天人天天饮甘露也不行啊，寿命到了的时候他还是要轮回啊，说赐以甘露与佛之教法，甘露使人起死回生呐、那佛之教法能令众生永断生死，得大涅槃，故曰甘露法。那么我们晓得，甘露法就是比喻大乘经教啊。那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是甘露当中的甘露，精华了啊！我们善根不足，要好好的栽培善根。用什么方法栽培善根呢？多听经，这是栽培善根的方法啊！多听之后，慢慢都听明白了。听不明白的时候多听，听个十遍，听个二十遍，听个三十遍，明白了，明白你就真信了，真信就是善根出现了啊，真想往生，真愿往生，就善根具足了啊，有怀疑就得用这个方法啊，没有怀疑一向转念啊，那你善根佛得具足了啊，一心转念是福，没有怀疑是慧，是属于善根啊，一心转念这是福，所以念佛佛慧双修啊。那如果有怀疑，他也念，这是修福里面慧就差一点。完全相信，但是念的很少，慧多一点，福少一点。啊，最好是福慧都要多。啊，那就是信愿持名，圆满具足。这个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福慧，所以古人劝我们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为什么？那一声佛，你说福慧增多少？说话的时候不但没有福慧，还造业
然后我们就看到像阿公阿婆一天到晚在念阿弥陀佛，古大德说那种人暗合道妙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但是他所做的、所表现的、真干的，跟那些完全通达的菩萨没两样。菩萨做到，他也做到了。菩萨是一切明了，他一切不明了，但是明了不明了，另外一桩事情，他两个都做到了。两个都做到了，往生的时候品位两个就会一样高。到极乐世界，他智慧就开了。这个我们能相信人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也是语言不同啊。古德有一句话说得好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那不能开悟的人，见到阿弥陀佛就开悟，是语言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往生净土见阿弥陀佛，这第一桩大事其他的都是鸡毛蒜皮不足以为道天上人间再不再想了，那什么？那是搞生死、搞轮回，不能干。所以这是叫甘露法欲者如天降雨，普运三根，故云于众生天降雨是平等普运三根，三根是大树它盘根错节，面积大了，吸收水分多。第二呢，小树。小树还没长成，它吸收的水分少。第三种是小草。它更小，一点点水分它就够了。可是。天上降雨是平等的。你看呢，大树、小树、小草，吸收的水分不一样。这个比喻众生。上根的人，一听到佛法，大彻大悟。中根的人听到佛法。有觉悟，没彻底。还有疑问，下根的人可能他听不懂。而且没有耐心，听几句听不懂，他走了。这个我们也常常看见的。坐在前面想听，听了五六分钟，没什么味道，走了。没有耐心，没有福报。法华经曰：“我为世尊，无能及者。”这佛自己说世尊在世出世间为大众尊敬的人，这个好老师佛能做到的
一般人做不到，这是无能机者。哪些事情呢？安稳众生，故心于世，为大众说甘露净法，其法亦为解脱涅槃。你说佛多慈悲啊，给我们说出来，但是众生怎么样？众生没福，不认识啊。今天社会动乱，迫切需要真正的智慧来化解问题啊，让最重要的是让大众啊恢复自信心啊。现在是最大的艰难，众生把信心失掉了，对自己没有信心啊，儿女对父母没信心，父母对儿女没信心啊，工作岗位上的时候，领导对被领导没信心，被领导对领导没信心，这怎么得了？这社会怎么能不乱？啊，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胡秋元先生还在世。啊，这是台湾一个著名的政论家。啊，我有缘跟他相识。啊，他对我们这晚辈很爱护。见面呢，总是很多教诲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说的：“我们今天整个问题，结症在哪里呢？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。”啊，这一代人。对传统不相信，啊，对祖宗不相信，对几千年圣贤的业绩不相信，那西方东西也知道的不够清楚。啊，这是最大的忧患呐！啊，胡先生过世也多年了，留下来的著作很多，啊，有一部分我们以前都读过。啊，今天的社会，所以说到这里呢，我们就会非常感激英国汤恩比博士。啊，他真的见到了。啊，他说这些话是70年代，1970年代那个时候，他年岁也很大。啊，他说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那就是30年之后，人家看这么远，30年之后看到社会动乱，啊，解决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那今天孔孟学说为什么解决不了？大乘佛法解决不了？我们对他不认识，没有信心。
读古书，那个读法跟现在人读法完全不一样。第一个是心态，真诚恭敬。那现在这个心态没有了。第二个是要找它的原理原则，掌握它的原理原则。第三个，何修何用？经典上讲的原理原则永恒不变。我们看看汉朝时候人他怎么用的，唐朝时候人怎么用的，宋朝时候人怎么用的，那从哪里看呢？从注解上看。你看汉朝人的注解就是当时他们起作用。唐朝社会跟汉朝不一样的，如果一样，古人住的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重新再住呢？就是时代不一样的。这个时代怎么用法？推陈出新呐。所以我们不能读古书的时候依古人住的，那就错了，从他那推出新的。你看他时代怎么用法？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应该怎么讲法？应该怎么样用它？好的呀。如果经讲的依照他这个注解的时候，注是唐人注，还叫我们去回去当唐朝时代的人，这就错了了。这个人家摇头就不相信了。所以那个像书墨一样，竹竿是一口，你看他每一年发的新枝不一样，每一年结的果实不一样。你从这个它的这个树这个干一层一层的达到那个巅峰，巅峰那个树尖尖端的时候，那就是现在的。现在跟过去的时候是一脉相承，关系不能断，要从那里吸取经验。今天我们用怎么用法？才能解决先前的问题。这叫会读书，活读书，不是读死书。经典上全是活东西，死东西怎么能传这么多年？早就被人淘汰掉了。凡是能够留下来的几百年几千年的活东西，真的是宝。一个人一生当中确实有精华有糟粕，糟粕在他自己那个时代就淘汰掉了，留下来的是精华。这个精华再经过别人淘汰，编《四库全书》的时候那是一个大淘汰。你就知道这些人真懂得取经用功。知道古籍里头有宝宝拿到现在怎么个用法，一定要懂得。那么这个地方说的师尊，你看看，我们就应该要跟他学。他在世教学，无能及者，为什么呢？他能够安稳众生。那现在我们就需要这句话。如何帮助社会安定？如何帮助社会稳定？这是我们常常耳闻的。那么要社会安定，要社会稳定，找佛就行了。
汤恩比知道啊，别人不知道啊。啊，佛的教学方法在本经经体上显示得非常明白。啊，先把果德告诉你，果你一听到欢喜啊，你看经体上的大乘，什么叫大乘？大乘是智慧，有智慧就能解决问题。啊，这是佛法的根呢。啊，本经里头真实智慧。啊，无量寿。真实之际，庄严真实之力啊，这都是我们要的啊。这是果，果从哪里来的呢？果从因来的啊。因是什么呢？因是清净啊，清净利一切染物啊，身心清净的烦恼解除了啊，第二平等，平等是我们经上讲的三无差别。真平等啊，啊，平等业障消掉了啊，后头就啊，觉而不迷，他怎么不能解决问题呢？啊，修因治果。啊，这都是我们先前迫切需要的，真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啊，你看今天社会动乱，由于人心不平，人心的染污、妄想、杂念。都是这些，本身是这样的，你接触外面境界也是这样的，这唯恐你不乱不但自己身心不安，忧虑烦恼重重，还带给社会这么多灾难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医报随着真报转啊，解决之道首先如何恢复身心清净，恢复我们的健康，那就要把欲望啊降低欲望降低需要身心教育，需要因果教育啊，人要相信因果，一言一作莫非前定，
他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啊，像袁了凡先生一样。啊，一天到晚都在定中，他没有妄念。啊，为什么他能到这种地步呢？因为他相信一切命中注定，想也没用，不如不想。啊，遇到云谷禅师，云谷禅师告诉他：啊，命中这个定数是你过去生中修的。啊，修因得果报，不是别人主宰的，自己命中修的，你命就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上，你可以改变的。啊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也是一听呢就。啊，有改变的道理，有改变的方法。啊，这个在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给我讲得很清楚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啊，你要懂得理论，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的求，就有感应。啊，明理智慧。断恶修善德行，你有智慧有德行，你就创造命运了。啊，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啊，与别人不相干呐。啊，与佛菩萨不相干，与天地鬼神不相干，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。真的要自作自受啊！这种道理，佛经讲得透彻，人人都明了，人人都愿意做好人，人人都是好人，这社会祥和了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啊，所以如跟佛，这唐根比所说的，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了，方法懂得了，怎么落实？落实的手段就是教学。啊，几千年前中国老祖宗就提出来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。对吗？这是对从政的人说的。啊，这个理念，我以为在10000多年前，老祖宗就教我们。啊，叫什么呢？修身齐家，教学为先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那修身齐家教学为先的时候，这个在没有发明文字之前，老祖宗就懂得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是小部落，不能成为一个国。上古时代没有政治组织啊，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啊，彼此是守望相助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啊，都讲求修身
起家。啊，到以后有大福德的人，啊，有很多人尊敬他，信仰向他来学习，啊，慢慢组成一个大的部落。有大的部落，有国家的这种形态了，啊，有这些组织了。啊，这才提出治国平天下了，那个平是平等，啊，天下平等，叫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啊，就是今天讲的和谐世界。那，古人能做到的全靠教化。啊，不用战争做手段了，用教学。啊，中国上古时代就是这样的，人民淳朴。啊，地大人少，所以没有竞争的。啊，人与人当中都懂得相让，没有相争的。啊，连个部落领导人都没有人争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这很有感受啊！啊，佛现在世间为大众说甘露净法，啊，这个甘露是比喻纯真之法，这个法要用老祖宗的话来说，就是格物致知、诚意真心。啊，你看看佛经上是不是说这个？啊，我们老祖宗只是把题目说出来了。啊，在佛法里头，怎么格物？把格物的道理说出来了。怎么知之？知之就开智慧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物欲人之所爱，但是这个东西自信里头根本没有。啊，那是阿赖耶里的东西，真如自信里头没有。啊，真如自信是真的，阿赖耶是假的。凡妄归真，觉得把假的东西放下，真的自然现前。啊，真的东西比假的不知道要殊胜多少倍。啊，真的东西里头有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，应有尽有，一样都不缺，所以
聪明人明白了，他一定是返望归真。啊，真是佛，佛的反面是魔，妄是魔啊。佛跟魔是一，不是二了。觉悟叫佛，迷了叫魔。觉了的时候佛性，迷了的时候魔性。魔性难过，你心要受折磨。啊，所以佛法成为觉法了，觉悟之法了。啊，手段就是教学。你看教学讲的彻底，从胎教开始，全世界人都没想到。啊，中国老祖宗很早很早之前就懂得，而且就真干。啊，古代虽然是封建时代，封建时代有封建的好处，我还赞成。为什么？领导权没有人争呐，这种争领导权是很残酷的事情。互相残杀啊！李世民为争皇位，把哥哥弟弟都杀掉啊！他的父亲对于儿女非常爱护。你看，兄弟三个人，啊，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吧，那就说他太年轻了。让大哥做皇帝有什么不好呢？何必要争呢？大哥做皇帝，肯定他做宰相。为什么？那个国家是他建立的。啊，这连他的父亲都常说。是他的主意啊，他父亲是个老实人，不愿意造反啊，听从佛隋炀帝的话了啊，他看到天下有人造反的时候，他就叫他爸爸起义啊，割据这个地盘啊，他是封为唐公啊，啊，就以唐为国号。啊，天下是他打的，啊，倒是群雄违反朝廷，啊，是他一个一个把他打平了，啊，统一全国。啊，所以兄弟。怎么不和呢？怕就争王位也。啊，这一争就坏了。啊，如果到哥哥弟弟对这个情形当然了解，啊，自动让给他。相让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相争，所以他就到堕地狱，是争到了，后来日子不好过。
啊，所以封建的好处就是这个权力的时候，古时候立的弟子、弟长来继承，避免相争。啊，古人相让。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有记载的。周家开国的时候，啊，太王大儿子。背以竖起，啊，知道父亲的意思，啊，父亲喜欢小弟，啊，那他们两个才是继承的时候一定是老大，老大不再是老二，这两个兄弟远走了，隐居了，找不到了，这位置只好传他。满足父亲的愿望，啊，父亲看中老三，老三是王继，啊，老三生了个儿子文王，确实，太王的时候就看中这个孙子，啊，你看。两个，啊，大伯、二伯都想让，那大圣人呢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，让位。啊，这些都与教育有关系，与环境有关系。啊，唐太宗确实是太年轻了。他们起义的时候，他16岁，就带兵打仗啊，这武艺高强啊，那不晓得杀多少人啊！是历史上有记载，他的弓箭不发白中，就死在他剑下的人不晓得有多少。啊，所以总归都是教育出了问题。啊，好在他确实心量很大。啊，魏征是太子的部下。啊，太子的心腹啊，他能够用他，推心置腹。对他毫无怀疑，言听计从。啊，所以他有贞观之治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细心观察，你都看出来了，他是这个命，不用争也得到。啊，不争，可能得到的是晚几年。那你用这种争夺的方法的时候，那提早几年，要造多少罪业，那要付多少代价，这不值得。人真正懂得因果，不争了。啊，对国家的贡献。
不一定要做领导人啊。啊，如果唐太宗当年不称，啊，王位让给大国，自己最好搞什么搞教育，为国家培养人才，为国家制造圣贤。那我想唐朝不止300年。真那个根基扎得好啊，800年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那他在历史上的地位，超过帝王太多了。啊，这都是他没见到的。啊，教学就凭他这个理念，这个理念当时未征一般人出的主意，啊，编这个制药，群书制药，啊，也可能他想到，啊，把这个念头告诉他们，啊，编这套书。如果在唐朝，这一本。啊，这65种书啊！如果在当时的时候培养65个专家，每一个人专精一部，那还得了啊？那是一套人活的，全是这样。啊，如果是那么样做的话，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影响就太大太大了。啊，中国这么大的领土，这么多的人口，65个人呢，我相信不难找啊，找650个人都找得到。啊，10个人一个小组。啊，这10个人专攻这一部书。啊，那10个人专攻另一部。他将来在历史上地位肯定超过孔子。帝王比不上。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明白这个大道理，这是什么？这旧世界呀，不是难事啊！啊，600-700人这个小团体不算大了，有一个大院子就可以了。啊，这700人等于说是一个研究机构，啊，国学培养的一个基地，什么人做？什么人就是现在拯救中国传统的大神。啊，要像佛陀、菩萨那种严格的制度，啊，戒心相应，你学到真做到了，啊，这65种是共同科目，
学的人专攻，但是听讲，我讲大家听，你讲我也听。啊，个个都是通家，个个又是专家。这真不得了啊！上一次我到台湾，本来想跟马英九谈这个事情，他忙着竞选，竞选不重要。啊，真正搞这种事情，你要在竞选演说当中说出来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投你票。啊，谁不欢喜呢？个个欢喜啊！啊，民主，民主真的出了问题了。啊，去年的春天，好像3月间，我在澳洲，洛克文的姐姐问我一个问题。啊，她说现在欧洲人对于这个民主制度啊，有怀疑。这个制度啊，是不是好制度？啊，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，我告诉他，不是最好的制度。如果是最好的制度，中国几千年前就会开始了。啊，为什么不是最好的制度？任期太短啊，一般就是4年，4年能做什么事情？又要忙着底下一个一届去这个选举啊，他的心不定了啊，那么中国自古以来这个帝王制度是终身制的，他就想得很久，啊，想到后代，他没有完成的儿子继承做，啊，念念想着为人民呢，如果是为自己一家。他的朝廷会被别人推翻呢？啊，我你看看历史，啊，每一个朝代皇帝，只要是自己图享受，啊，享受荣华富贵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肯定被人推翻，那就是什么末代皇帝。啊，你看开国前面几代的皇帝忧国忧民，所以得到人民拥护。啊，这个制度比民主制度好。啊，总而言之，教育最重要。如果没有把人教好，什么样的好制度？都会出问题。人教好了，制度不好也没事情，他会做好事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说得好啊，啊，法国之本也，法律宪法国之本也。人呢，法之源也。啊，法的根源是人呐，人能够治法了。
啊，能执行呢、啊？说人存真取，人亡真歇。啊，人重要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国家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把教育办好，把人教好。啊，这才是天下第一等大事。啊，那你看中国古代这个政治组织，你能看出来啊，中国人在政治组织宰相下面，古时候事情没这么多，只有六个部啊，六个部，教育部排在第一啊，六部之首啊。宰相有事不能失事，礼部尚书代理。礼部尚书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。你从这种事实，你能看出来，国家以什么为第一了？以教育为第一。啊，教育带头。现在讲挂帅，一切设施都是为教育而做的啊，所以他社会安定。那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谁挂帅呢？是经济贸易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人之必争，每个人都要争的，社会不会安定啊。教育是教人，每个人都让的，大家都让，社会天下太平啊，人人都要争，麻烦就来了啊。这是看中国古代啊，为什么社会那么安定啊？一个政权建立就会出现一个盛世，就是天下太平啊，像这个汉唐啊、宋明清都有超过100年的安定和平啊，叫太平盛世啊，人民安乐啊，国家富强。全是教育啊，那么中国这个家庭也是全世界所没有的，这个很多人不了解。中国这个国家几千年来长治久安，最关键的就是家庭，家庭是国家的支柱，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要没有家了，国一定乱掉了。啊，家肩负什么责任呢？今天社会两个重大问题，一个是教育，一个是养老。家庭正好把这两桩事情承担了。啊，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为谁？不为自己，为我的家。我要学做好人。祖宗有面子啊，为我的家争光荣，我要做不好事，人家骂不帮我，骂祖宗啊，说你祖上无德啊，祖宗没有把你们教好啊。所以中国这个家的时候实在是太好了啊，到民国年间，喜欢外国的小家庭啊，挺好，自由，自由是这个享受享到了。晚年的时候，没人养老了，这个时候，你预先没想到啊，你晚年怎么办？
啊，外国一些养老院，老了就送到养老院去了。你说多可怜呐！啊，到养老院是举目无亲啊！啊，知县的人没有一个啊，进入养老院的，啊，物质生活没问题，国家照顾到了，可是每个人都是痴痴呆呆。你看到那个内心多痛苦啊！中国在过去晚年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个阶段，养老啊，天伦之乐啊！年岁大了，不能再工作了，落叶归根，根是老家，老家就是自己的大家庭。啊，你看一生的奉献、贡献，啊，工作赚的钱有多余的，通通归到家里。啊，自己生活所需的留之外，全部送给家里。啊，这对家的贡献呢，所以老的时候家养老啊，啊，回家养老啊。一个家庭，普通家庭，300多人呢。兴旺的家庭啊，700-800人呢、啊，啊，这么大一个家族，多少老人？老人天天在一起，都是自己亲人，啊，还有小孩统统在一起，啊，老人娱乐的场所在哪里？祠堂。祠堂里就开茶馆了，啊，那就是他们每天聚会的地方啊。啊，小朋友在学校也在祠堂，啊，小朋友下课了就跟老人在一起聊天了，天伦之乐，看到下一代长成啊，这是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啊。你说这个制度多好啊！皇家带头，皇帝他也是一家了，这一家是天下所有家庭的好榜样啊！他要不能做这好榜样，别人就要动他脑筋了，就要割他的命了啊！他是全国家庭的好榜样，就皇帝做人。人，他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榜样啊！这个皇帝才做得稳呐、啊，才做得长久啊！啊，现在做总统不行了、啊，任期就4年，4年之后不说我了。你看，花那么多钱，花那么多财力，把这个位置争到了，争到他要把老本捞回去啊！啊，哪一个是真正为人民做事情的？没有私心的，找不到。啊，我在美国住那么多年，美国总是推行他们的制度好。啊，我曾经公开跟他们谈过，在纽约。啊，沈家珍居士请吃饭，有好几桌。啊，这当地这个美国人很多。啊，我就告诉他，中国的制度适合中国人，美国的制度适合美国人。啊，譬如开店，中国这个店是老店，几千年了。啊，是子孙来继承，老店的老字招牌。啊，美国你们是摆的摊贩，啊，都从外国来的。美国当地人是
这个土人啊，红番土人啊，你们都是在外面来的，没有历史渊源，没有这个文化背景，所以大家来是摆摊子。摆摊子呢，那我们只好选一个人做代表吧。跟那老店不同啊，你不能让人家老店放弃掉，叫他们的是子孙都来摆摊贩了啊，这个是不合理的。我用这个讲，他懂啊，他们能听得懂啊，啊，所以说美国这个制度适合美国，不适合中国；中国这个制度适合中国，不适合美国。啊，我很佩服孙中山先生。啊，你看他在《三民主义讲演》里头，《民族主义》第四讲。啊，在他那个当时，啊，他是周游列国的，对于世界状况他很清楚。他说，外国只有一样东西比中国好，就是机器。啊，外国这个机器发明机器比中国好。中国赶不上，除这一样之外呀，他们没有一样东西能赶上中国的。中国好的东西太多了，啊，很可惜呀，孙中山先生过世太早了。他要能够多活20年，中国没有今天的灾难，啊，走得太早了。那这中国人没福报啊！满清末后的100年，慈禧太后执政，跋扈啊！啊，苏和辽。传统文化啊，清曼寮佛陀教育啊，自称为老佛爷啊，清朝历代皇帝都是三宝弟子，对佛法非常尊敬啊，只有慈禧太后。啊，他也当老佛爷了，把佛菩萨放在两边。这个表法不好啊！啊，上一样日本人民看到的时候，对佛法那种尊重心就降温了，一直就降下去了，降到现在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传统文化没落到今天。佛法没落，慈禧太后是罪魁祸首。啊，虽然他没有灭法，但是他这种态度让人的信心丧失。啊，200年之后看到后果，啊，当时是看不出来。啊，200年之后。问题出来了，大问题啊！现在我们要不觉悟的时候，再过20年就没有了，就整个断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使命很重啊！啊，传统文化能不能往下传了，就在现在这一代人身上。啊，我们过去在汤池办这个实验。我就跟老师说，我们的使命很重，如果失败了，社会大众就肯定了，传统文化没有价值，可以完全不要了。我们做成功了，啊，大家有信心，传统文化还能传下去。啊，所以我们牺牲生命也要把事情做好，这个使命太大了。
啊，所以真的祖宗加持，那么快就做成功了。我又告诉大家，我们不能骄慢，不可以鞠躬，是我们做成的，我们没这个本事。祖宗之德，三宝加持，啊，德要归祖宗，要归三宝。啊，虽然只有三年，可是真的产生了影响了，啊，把人心唤醒了，这就值得了。啊，没有白做。啊，做这个事情是被联合国我们的与会同仁逼出来的，我们从来没想到干这个事情。那我们在联合国只是把中国传统东西介绍给大家，啊，大家做参考。啊，那我们还是用汤恩比做招牌。啊，他说的，不是我们自己说的。啊，报告大家做参考，他们听到报告是很惊讶，因为没人讲过。啊，可是会后麻烦就来了，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，很多人来问法师，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想啊，这个做不到啊。啊，这是给我当头一棒啊，那我白讲了。啊，这是一个什么真正的危机，信心危机。怎么样让他们来相信？只有做出样板来给他看，他看到了他就相信了。啊，所以汤池这个成功啊，不到四个月有那么样的成就啊，联合国这些人惊讶啊，当时驻联合国的大使代表192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想到汤池去看。啊，虽然这个事情被当地领导拒绝了。啊，可是这些人，我知道的就30多个人，用私人观光旅游去看。到中心去住个3天4天，先后有30多个人，啊，这传到国外去了。他们看到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一直到今天，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们的事情还念念不忘。啊，碰到我们都还谈这个事情，难得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啊，大家认真努力，再做出好样子，我们可以把它介绍到联合国，啊，在联合国发表。啊，他是非常希望我再去办活动。啊，我们没有东西给人看，办活动没有意义。啊，要有东西给人看。啊，或者是有这么一个书院，啊，培养一套活的群书之友，啊，如果3个人一般，大概200人。啊，3个人专攻一部，
我相信一年就可以用电视对全世界广播。啊，十年之后，他们就成为全世界的国学大师。啊，我相信全世界人都学。为什么？现在我们有信心。啊，我把这个介绍给大家，没有一个听到不欢喜，都急着要看。啊，这外国人都翻成英文呢，翻成外国语文呢。啊，这么大的分量，哪一天才能翻成啊？啊，迫不待急，所以我就想出360这个主意。啊，一年出一本，十年出七。啊，很受欢迎。啊，这个东西带给全世界安定和平。啊，这是中国人的智慧，中国人的理念，中国人的方法，中国人的经验，从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，到治国平天下。没有一个人不想要啊！啊，急着向我要的，马哈迪长老跟纳吉首相，他们催我赶快啊！啊，这两个人都是虔诚的穆斯林，真正有爱心，啊，不但他爱国家，爱他的族群，他能爱一切众生，这心量大了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一文经文，如天降雨，普云三根，故云运众生。啊，《法华经》讲得更好，我为世尊，无能解者，安闻众生，故现于世，为大众说甘露净法，其法亦为解脱涅槃。真的佛教把我们带到究竟的境界，啊，最高的境界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又佛地论，啊，里面有一段话，如来身教于诸外道，一切世间邪列教中最为真实，殊胜清净，犹如醍醐，亦如甘露，令得涅槃。啊，念老的后头接总结一句，上面的经论显示与甘露法运众生故，这两句的意思。啊，经论你都说的详细。啊，那么这些经文最重要的基础，我们要记住三无差别，平等的智慧，平等的慈悲，啊，经文里面我们再看到这个就不奇怪了，啊，说如来身教于诸外道，外道是什么意思？心外求法叫外道。啊，所以这个不是毁谤人的。
啊，佛法称为内修，它是开发自性的，它是不求他物的。啊，是从自己内心去求，啊，持戒、修定、开智慧，他这么来。啊，真正开悟之后，这才出去参学。啊，参学是什么？成就后得之，增广见闻。啊，《华严经》有非常好的例子。啊，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上的根本智啊，根本智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啊，证得法身大士，所以他出去参学。第一个善知识，吉祥云比丘，是华严圆教初住菩萨。啊，初住就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。啊，善财参访他，善财自己的境界跟他平等。善财没有到初住，就见不到初住菩萨。他参访二住，他就提升，他是二住。啊，所以到最后，最后。十一位菩萨是等觉菩萨，也就说明善财童子已经成佛了。啊，一生成佛了。啊，这是成就后的智，成就圆满的智慧，无所不知。啊，他就看，他去听，他亲自去接触。53位善知识，代表社会大众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啊，出家众只有5个，啊，其他全是在家中。啊，没有不知道的，广修多闻呐。啊，但是一定要大彻大悟之后，才能广修多闻。那，为什么呢？不需要教啊，一看就明白，一听就明白，一接触就明白，容易啊。啊，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。啊，那么一切世间协力教中，这个协力教包括佛教自己的一份。佛教讲人天法，讲声闻缘觉，要跟大乘比呢，那叫协力教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很广。啊，跟这些比啊，大乘最为真实。啊，大乘里头纯粹的哲学跟科学。啊，今天量子学家所得到的结论都在大乘佛法上。啊，殊胜清净，他一尘不染。科学家入这个境界了，他又染污。啊，因为他是从外学得的，认知宇宙的奥秘。佛法是从内证的，那什么禅定当中见到的啊，禅定当中见到的境界，跟今天量子力学家在科学仪器里的发现的，还居然是一样的
啊，证明大乘是科学，大乘是哲学。啊，这一句话，爱因斯坦说过。啊，他说，宗教里面跟科学最接近的就是佛教。啊，那么有他这句话，我相信很多科学家会留意大乘佛法。啊，大乘佛法确实会给他带来很多新的启示，帮助他提升境界，帮助他观如为心。又如醍醐，醍醐是比喻，啊，这都是天人最好的饮料，啊，也如甘露，啊，醍醐是佛经上常用的，啊，古时候印度人最好的饮料叫醍醐，啊，在台湾。道元老和尚是个讲经的法师，啊，经典上常常举的这个例子，一个是醍醐，一个是阿摩罗果，这两样东西困惑了他一生，不知道到底是什么，讲也讲不清楚。啊，那么台湾佛教界组了个团，到印度去朝圣。哦，他很高兴，跟这个团去了，到印度，一到印度就问：“阿摩罗果是什么？你拿来给我看看。”啊，别人拿来了，台湾有，叫芭乐。啊，恍然大悟，醍醐呢？啊，最好的饮料断了，沙拉。啊，就是醍醐，这次搞清楚，回到台湾告诉我们，啊，醍醐沙拉我都见过了，啊，台湾也有，啊，这是上等的饮料，啊，那么上面经论呢，显甘与甘露法，运众生故之意。下面旷若虚空啊，大慈等故，是以虚空啊与菩萨之平等大慈，如虚空之宽广无际，名为旷。以喻慈心广大，虚空无住。啊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学最后这两句就行了。啊，我们要学慈心广大，虚空无住。啊，要把这个应用在生活上啊，心量要拓开啊，啊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。阿弥陀佛如是啊，弥陀弟子也应如是。啊，我们跟阿弥陀佛心在相应。愿相应，德相应，行相应，你就必定得生。啊，你还有什么怀疑的呢？决定生净土。啊，如未一月，又如虚空，与一切有啊，无有着。着是执着。啊，与一切有法都不要执着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行四朝自持戒，这是戒律里边一部著作。啊，解释戒律的，无所着者，立尘染故。啊，你的心地清净，
不再被染污了，故以虚空之无著表慈心之平等。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这些都是修学的方法，让我们真正获得清净平等觉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